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要说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了。睡觉是使劳累的身体得到休息，疲惫的精神得到恢复的最好的方式。不管是躺着睡、趴着睡，还是侧着睡，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睡觉习惯。还有不少人喜欢睡觉的时候腿中间放进东西，有的时候是被子，有的时候是枕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会帮助我们睡得更好吗？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其他睡姿，比如说是正躺着睡觉、趴着睡觉、侧卧着睡觉，这些都会有利有弊。根据专家的研究，像趴着睡觉虽说更有安全感，但难免会挤压到乳房，会让呼吸变得不顺畅。平躺着睡腿部比较放松，但是脊柱却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。而侧卧着睡虽然说是脊柱放松了，但是腿部的压力就会增大，一只腿就会对另一只腿造成挤压。如果这时候两腿之间加一个东西，就会使脊柱跟头部位于一个水平线，人们的身体就会得到充分的放松，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腰椎放松下来。这也是人们睡觉最科学最舒服的姿势。此外，侧睡的时候大家尝试一下，也会发现如果错开两只腿，显然要比两只腿并在一起更容易陷入睡眠。而对于女生来说，还有安全感的问题。每当到了夜晚关灯以后，自己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中，难免会缺乏一些安全感，而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喜欢用双腿把被子夹住，这样子在睡着的时候就好像是抱着一个人一样，从而在一定心理暗示上会获得安全感。不知道小伙伴们睡着的时候喜欢抱什么东西呢？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吧。视频元素来自于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